是，万事都不知所措，快回去！盛淮乃兵家常事，辱骂者，严惩不贷。 气魄，是我们气不如人。老师，哼！再有违规，就取消你们的参赛资格。米迦，调整好状态，继续比赛。个人淘汰赛第三场，贝贝对战米迦，比赛开始。 日月这边一上来就火力全开，打对手毫无招架之力。不对，史莱克这边利用巧妙的步伐全躲掉了。你的强攻系魂师怎么这么灵活？触发式霰弹环岛炮，我看我还怎么躲？子母追魂夺命丹。 雕虫小技，你对唐门绝学一无所知。毒，不是什么剧毒，睡了一天吧。史莱克学院，贝贝获胜。拿了。小萌，你的能力是他们魂师的克星。
接下来就看你了。哼，老师放心，我绝不会让史莱克得意下去。请学长手下留情。日月战队未出场的最后一人终于出手了。比赛开始。冰蝉武魂，小心！冰蝉之毒，雷霆龙首，起！哎，输了。红尘获胜，下一个我来。朱晴冰蝉是一种剧毒魂兽，通体冰属性，双眼却是火属性，寒热相交，产生一种极为可怕的剧毒。冰之囚牢。不是只有唐门擅长用毒。我的武魂也有冰属性，冰中导毒正是我所擅长的。日月战队孟红尘获胜。孟红尘这么快就把比分追平了，到我了。怎能容许日月帝国的人在星罗国都猖狂？先帝，你看耀恒是否能战胜那名罕见的毒魂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不担心吗？这是他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铠甲和剑都是六级魂导器，而且都带有剧毒。但学长也不能完全躲开孟红尘的毒啊！他要怎么毒呢？白虎金刚变，白虎活神变。但学长只能凭借三大魂技增幅和白虎的强横体质硬抗，暂缓毒性蔓延。待找到接近孟红尘的机会，一击制敌。惊人之臂。你已经是强弩之末，白虎流星雨。是六级魂导器瞬移之境，想不到日月战队连造价不菲的空间型魂导器都拿出来了。我空了。结束了，赢定了！这是万年魂技和六级魂导器结合出来的技能，威力足以绞杀魂帝。冰火两极炼狱，魂骨技能绝对防御。他还藏着一口魂骨没用，魂骨只能抵挡一时。他已没有魂力，你再瞬移躲呀！我们认输，白虎破灭杀！你
说什么？我中毒了，头很晕，没听清。你，史莱克学院，戴耀恒获胜。没想到戴耀恒体质如此强横，真是怪物。原本以为小梦能一口气连胜史莱克兽医之人，现在，队长，赛台交给你了。很好，不是闹钟。战队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223之战。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决赛第二轮个人淘汰赛，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弃权，史莱克学院获胜。总比分双方1-1。10分钟后进行第三轮223之战。这个老狐狸被他看穿了。日月战队强团战弱个人战。在输给我们2分的情况下，逆转可能性不大，所以主动认输进入223之战。我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日月却还有完整的预备队阵容可以出战。哼，无论人数还是队员修为，史莱克都与日月有巨大差距。史莱克那边只剩5人，按照223的赛制，第三场5人可用，我们只需赢下1场就能稳操胜券。古龙、夏风，第一场你们上，我们一战定乾坤。是。双方队员入场，快开始比赛吧。这是223之战，不是个人淘汰赛。我一个人就够了。没想到，居然，好狂妄的丫头。夏涛，让你一人对战2名魂导师。其中还有6级魂导师的队长马如龙，实在是迫不得已。笑笑和菜头的伤都没痊愈，实际我们能出战的只有你和宇浩、王东3人。两大学院队长之间的巅峰对决，马小桃如果赢了，我们还有一线机会；如果他输了，那么也基本宣布了总决赛的结果。小峰，给我争取时间。没问题。力全开，凤凰流星雨，6级魂导器雷电屏障。功能完成，这件魂导器拥有光明和黑暗2种属性，对方研究了马小桃武魂的传承和特点，必为黑暗应对异端。凤凰火线，这件魂导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是什么魂导器？觉醒吧，审判之戒！糟了，那些魂导器能把马小桃体内的邪魂引发出来。小桃的邪魂失控了。审判之剑能够以黑暗之力融入敌人的魂力之中，令对方魂力属性变为黑暗，同时再以剑身强大的光明属性审判对手。
武魂中的黑暗已经被勾起，必将受到审判之剑的制裁。这样下去，马小桃会被邪火吞噬，彻底沦为邪魂师的。裁判，我们认张老师。我是史莱克的队长，肩负史莱克的荣耀，绝不能在这里倒下。审判，狗屁的审判！神圣审判！可惜，你们还是不够了解曾经诞生神奇的邪火凤凰。老娘不服！我不信在这世上有能审判我的力量！哼！水星人丹！八级魂导器霸魂魂刀。结束，胜者史莱克学院。薛老，我来给小桃姐压制邪火。不行，小桃的武魂已经变异，以你现在的魂力不仅压制不住，反而会被他的黑火吞噬。他的武魂已经彻底变异为黑凤凰，体内充斥着黑暗与邪恶的极致之火，连神智都受到影响，恐怕将来会变成一名彻底的邪魂师。邪魂师，小雨浩，王东，剩下的就靠你们了。孩子们，你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二十三之战，日月先输一局。第二场他们一定会全力反扑，连小桃都受了他们暗算。你们还很年轻，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老师，我们要战，我们不能浪费小桃姐的牺牲。好，无论最终胜负如何，你们都是史莱克的骄傲。去吧，孩子们。因为人数不足，二二三之战我们只能打两场。宇浩和王东这一战，既是决战，也是终战。我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训练出一个全宇宙最优秀的士兵。列兵长，向长官报道。让你们一发入魂。烤鱼配咖啡，优雅，实在优雅。听说你对我的品味颇为着迷，那就赶快扫描这个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提前获取独家爆料、剧情走向，提前获取我的独家魅力秘籍，教你成为与我同等风尚的贵族。快来扫描二维码，不要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等痛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就让一路曲折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
这个孩子让我有些奇怪的熟悉感。剧毒入体，他完蛋了。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锤两个武魂融合技，加上这两个怪物，这绝对是怪物。霍雨浩，本体武魂灵眸，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一个前途无量的魂师，在你们眼中难道没有价值？